2018年8月22日，今天拍大结局山顶的戏，他们走了很长的山路。我看那边真的有人去。2018年8月22日，哇，17岁的少女，18岁，哥哥弟弟在说杨夏小姐姐，印象如何？已经快要杀青了，这也可见哥哥弟弟在一起真的特开心。哎呦，这把棍子太断了。杨夏拿着两根棍子过来玩耍，这棍子没用啊，那么这棍子会抽人。这个待会儿算是。波波看到杨夏正玩着的时候，他也想拿来玩一玩。搬个石头吧。果然，拿到棍子的弟弟就是拿来打哥哥。这全是草皮。不可能的，他去草原吧。哥哥问导演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怎么找到这地儿的？从那个拍那个换弹的相机。这过来，这个是瀑布。啊，就是我们上次那个瀑布啊，不是，另外一个瀑布。那到底是走了多少个瀑布呀？那这个路是我们踩出来的，不对，有人来占营，是妈妈弄的。哇，好活泼，是这对事儿。我真的不行了，我走不了，我要吃菜。我还比你大一点。对啊，得老辛苦了。2018年，看你的背影，哦哟，眼神哦，看你我背影的眼神。看看哥哥对弟弟都不好意思的。和导演一起讨论着吹着望线。吹望线吗？说完望线的哥哥还特意看了看弟弟一眼。吹望线。化妆师现在给哥哥弟弟补妆准备中。回眸一笑，回眸一笑，那是肿胀的脸庞。回眸一笑，魏无羡。导演说着，回眸一笑，魏无羡，确实可以用在这个美男子身上。弟弟去拍摄中，于是哥哥与杨夏聊了起来。哎，你知道那个我们住那个酒店，我可以不隔音吗？你知道王一博唱歌飘到我这儿来，你知道他唱歌是因为他在客厅唱。你怎么知道是在客厅唱呢？然后我上次在洗澡，在里面洗，我又唱了一次。你还给我听了一下。哦，对，是吧？表示疑问，你们不是住在对门吗？你们住对门吗？住对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对呀、啊，而且我在对门的里面洗澡，就是里面的洗手间洗澡，我还把两扇门都关上了，清清楚楚。哥哥自己都表示疑惑。你要听他唱的吗？还让杨夏听听弟弟唱的。我那天我还放了一个音响在放歌。
后我听到 What you wear that 嘟噜嘟噜嘟超大环绕在我耳边 Oh yeah oh yeah 一点钟我赶紧让他醒醒我老王你给我赶紧闭嘴吧可以理我谢谢弟弟的哥哥是真的超开心太尴尬了忘记兄这些很简单嘛都在叫蓝忘记的名字兄忘记兄忘记兄忘记兄不蛮好玩的吗忘记兄然后他就会特别反感我因为我上次就问王一博我说这样喊你会生气这么难过那我就先喊你主打就是一个互相伤害嗯这样吗哎2018年8月22日，哥哥弟弟在补妆准备了，然后化妆的同时，大家一起唱起歌来。这首歌太适合现在的他们。哥哥此时看到什么，然后与弟弟分享。馒头很好吃的呀。弟弟也是会心一笑。哇！川菜不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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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吃了还有夜外然后弟弟看了一眼哥哥怎么了我魏无羡蓝忘机杀青感觉大家都已经开始舍不得来了记住此时的感受哥哥说着记住此时这时候的感受那不可以分吗就是要记住这个时候的感受、这个、快乐然后以后把它用上感觉真的好舍不得我陪你走到最后走到最后能不能不要回头哇哇谢谢你让我听见我在好听好听歌声放完之后哥哥站起来看看什么弟弟又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再来他光说着不会再让你哭还有真的很适合适合胃不行的老王真的哥亲爱的给我还有羊水让谁哭魏无羡魏无羡哭从来不是因为你那也不会这样的哭因为失情那也不会这样的哭因为我决定在最后那一场回头的时候换泪还哭什么？翻白眼？哎，你不要吵！我陪你走到最后，能不能不要回头？2018年8月22日，哥哥弟弟拍离别时候的场景。哥哥，你朝向他的方向。啊，不，一波。这里拍摄的是远景的画面，所以工作人员都离得比较远。哎，再往再啊，一般你再往那个方向去一下，那你在左边去一下，往回走 ，OK 就好了。导演也是拿着喇叭对他们说：“站站啊，别太早说对白，晚多走几步。”说完，和旁边的人一起笑了起来。我们三次够以后再说吧。Thank you.
2018年8月22日，拍完与小苹果之后，现在单独拍近景镜头。再给我点错，就这个扔你嘴里。是咋了？这个超刺激，不能在你心里。每次都拿这个，然后我就很。